哎，科比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这个叫最明显的，那大刚来，别装啦，装又怎么了？真的，那个喇叭不会叫，喇叭不会叫，真的假的？我是真的，是真的喇叭，是音响的喇叭，这个路上逼车的那个喇叭，开车没人在按喇叭的啦。对啊，今天猫去了，接下来嘞，我因为哈，为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一定会坏掉？你副子真的不好按，要按很用力，就这样怕，好，阿里巴金。我秘密武器，不需要，我赏你。你要送他，不然卖他也可以。这喇叭，这是怎样？啵啵啵啵，这装在车头，装在里面，装在车里面嘛。我可是我靠，安尼袂出来嘛，一两个车会跳，放在内底。这条后柱拱，哇，别看长诶，后机驾驶座位啊，从上面拉下来，或副驾那边拉下来，就这样，拉下来就是这样啊。有没有？他自己吹，自己吹啊！啊，如果到副驾就给副驾吹。对，你说要按喇叭的时候，就会副驾，帮我吹一下喇叭。对，他就会低下头，拿出这个吸管。哦，我上面都是拉下来，啊，副驾比较就抓下面就可以这样吹。对啊，对。那没有副驾很棒。没有副驾哦，那就好了，装一装好了。其实哦，这个是我用马达的啦，它是装这样，电台它就会产生空气，它嘣就出来了。啊，等一下把这个固定跟这个固定好就好了。总是要尝试嘛，没有尝试要看电视，没有看电视要看科比传教士嘛。嘿嘿，赞了，好，来出力蕊，出力蕊啊！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今天科比传教士要传什么？就是像 DIY 机装喇叭啊，不一定要装这么大只的，你也装，比如说两颗像蛙鸟那种小颗的。那天我们不是有讨论过，为什么人家德国车、进口车都是用那种叭叭很大声，台湾的车都是像哔哔哔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人家的隔音可能太好了，你哔哔人家听不到，所以要到叭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装大只一点的。对啊，原理是一样啊。最早第一啊，你要先找到你的喇叭在哪里啊，你到几个后厨了？我们可以拆电灯下来看。好像波士老师大灯拆了就可以看到。哎，我找到了 ，BB， 这个，那一颗就是这个，对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，你都再把水箱架拆起来，你就加强哎吼。啊，再来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量它的电有没有来。如果有电流来，表示什么？喇叭就坏掉。啊，看是没电，第一保险丝、哦、第二就看里面的开关接触好不好，就这样。把这个拔下来，这是几号的、啊？十二啊，对锁，你知道吗？两个锁过去的，难怪我转那么久都不会松。其实这个空间够大，其实装什么都可以。有些车啊，前面都很密啊，就没办法装。像我的车应该就不太可以装了，我那边空间真的很小。耶、yeah, ，起来了，这样就可以量那个的。对啊，这个都是 BB 啊，啊在。气罐一点入来不啊？我上次遇到那个电线断了，有时候刚好沾到水，怎么久了那摇晃啊，断了就没有就不会叫了。不来，有啊，刚刚有啊，这个有啊，有，你现在压，现在有，好，耶，这是西卡离类，西卡离类有讲的哈，你看哦，它有分一阵，这个红色的，看你要直接接在电瓶这边。好，加加电，它就有电来嘛。这个就是二鼠也是直接加到电瓶都可以，它是说接地。它这边就是要一条那个原本喇叭线的负极跟正极、嗯啊，因为我们刚好没有线，其实这条是正极，嗯，还有一条负极，对吧？负极都是要这样过来这边。马达上面你有你看这边有写正跟负，有没有？这边是加，这边是减，按下去它会经过这个离类跳过一个嘣就过电，对啊，啊不然你不能直接这样插着，它就一直转来一直嘣，所以我们要经过那个开关啊。安听有啊？听无，听无，就是原本要两条电，好，刚刚告诉你正负要进来，好，经过这离类，好啊，经过这个开关，它按下去就会跳过去，就会播，就好在了。啊，因为哈，因为你是改这个，如果你改的是这种刮扭的式的，不用，这两颗直接插就好了。对，也没经过离类啊，除非你的电力压太弱，才需要这个离类，不然转换它不够，它电就变成播的时候可能就会单颗或者是不够电，对啊，我这边玩的播啊。吸尘器啊，闻到吸尘器的风、啊。我们先大概试一下好了啦，哈、哦。我今天先大概先锁住而已啦。好、哦哦，啊，我起就快点到哦。还是你要直接来了？不用啊，你就试一下。不行啊，这样太刺激。哦，你要直接装这个试一下。对啊。很
不要那个喷掉，好不好？你要换掉啊？你够了哦，来啊！就到现在，赞哦！害我想，我也要装了。你也想装？对，我现在看我的冰室有没有装得下。这个是很简单嘛，马达就固定掉一个一阵一副嘛，然后要给它电，给它它会攻击就会出来。它因为经过就是一个永久的正电。正电。负极来讲，整台车都是负极嘛，所以负极它还好，哈，有没有？啊，你们就要给它原本的喇叭线一正一负。它才会这边一阵一负，就是出来就会给供给离裂，离裂就会跳开，电锅就过来了。我们先试一下到底装对还装错。主要是什么的吗？这次要放得下，要固定。对，我要怎么固定？这个就是看看单况。假设我放这里，就是要放这样，把它锁起来嘛，两个锁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可是我要锁哪里才是一个重点？你会不会打到那个？打到什么？轮胎啊？不会的。就大概锁这样，你就这样锁。对啊，你看哪里个空间比较大嘛？像这个底下可以放啊，可是底下你放了没办法锁啊。它下护板，下护板是没有东西，你要锁到变锁到内铁上面，收回来的耶。哇，你敲几下位就是，不要去溃掉，连白啊、锥心啊啥拢蛮去溃掉。你不然你敲这样晃晃晃会把它弄破了，所以记得把它位置用出来。好，对啊，要得给机来锁。这样啊，我刚放这样啊，我怕雨水会下来积水，虽然应该没什么雨水了，可是我还是会担心的、啊，不然等下留言就说可不可以装这样积水哦，哈，有可能啊，对啊，现在网友每次都很厉，对啊，这样就不会有积水了嘛，哦，对啊，啊，不然刚是如果装这样是这样嘛，水怕积水，对，然后还打到电，对啊，因为对啊，万一啊，反正是、啊、不能头朝下面，其实朝下也可以啦，他这样做的很好啊。我们朝下看看，这样也有好处啊，这样也比较不会掉啊。那还是正极，也说错了，这是正极。好，这是负极啊，这个是车身，这个车身就可以一起接了啊。这个是喇叭，这是喇叭，因为就不用剪了啊。啊，你不用包一下？要啊，要包啊。我先想一下，要不要用那个热缩膜？可是这个好像没办法，没包啊。网友会帮我看的。其实包也有好处了，滴水不会进来，也比较不会掉。啊，多水也不会用球。要包好了，包好了，好水啊，赞了啦！这台喷枪这样太丑了，怎么长才会漂亮嘛？啊，这个有一个，这个也有一个保险丝啊，像黄色就是23赔的，嗯，哇，一扎20。刚刚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嘛，嗯，啊，你不是刚好喇叭不是一两条线，嗯，那为什么不直接接在那个喇叭原本的上面就好了？其实也可以啊，可是这样我怕什么？电不够的话发不出来。哎，好啊嘞，发先我一摆哈，到底好诶？哦，嗨，酷吧？如果我有 focus 我也要算，会不会被人家开枪？我跟你讲，改天哈，他待开的时候回来看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他当时开得很开心，还是说，拜托我帮我拔掉，他就知道了。这样就好了，还来吧，再来啊！我们现在要来拆喇叭，因为哈，你看这边有没有？这是它通病，它很都出排气了，算了，都起搏，你看，就是里面接触不好，好不好？
我们要把它拆下来，就是里面的东西怪怪的，我们把它拔下来。啊，跳得舞。哦，跟我这样，我也不要讲了，就是就拜天哎。来了几个，他是走那个系统，跟的有点像什么呢 ？B N W 一样，再长一点嘛。长线了，局限了，不能再长了。不行了，比我较短。哦，那不然为啥那个网其实较短？要去拨那个，它是靠那个弹簧，可是 B N W 是它从侧面，它这边要有一个洞下去拨弹簧，这样人比较方便。因为哈，这样讲好了啦，你强拆人都方便了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记得啊，先要把电关起来。好，假设你要把它拆下来都没关系，可是你要一定要断电，不然哈有气囊。对，就有气囊，这是气囊。啊，刚刚我们在拨就拨这个了，拨什么？这个。把它拔开啊！你要卡住，你要插下去拨起来，它开了就被你看它卡着卡这个，刚卡准就卡这里啊，这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现在插这样了，往下压，把它拨开，没有开了就固定了，这个，哇，啊这边你看，哎、欸、你看，这边翘起来你看，不快掉，翘翘，你看这个不行，这个坏，对啊，就要修理一下，谢谢喽。四个坏三个，对啊。只能一个脚这个脚而已啊，这样压没有用嘛、我是压了左右这样摇摆，有没有？左摇摆哇、就是那个接触不好。哎、啊，开了，赶快了，应该行动赶快了。我等一下就帮他接触一下，最爱看，这个拔起来修理就好了。应该啥啊？哇，炸了啊！对啊。哎，准装你看就好了。嗯。这个最简单的就是几条气囊了，对吧？啊，有些人说会不会是空的？空的这一般破了它就爆掉了嘛，气囊就弹回来了，对吧？这个 mark 坏掉啊，你也不能单独换这个 mark， 顶多拿个贴纸贴上去而已。它是下去，它是有脚这样过去弯转弯的，才不会爆开这个 mark， 让它掉下，就变成 B N W 或者一个宾士这样。它设计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它爆掉你就知道，看这个是开的车。对啊，哦，对了，嗯，装回去。如果假设你今天方向把它拆起来换赛车的，不管还是什么的，这个螺丝 Force 很奇怪， Force 是锁螺丝的，有些是一个心脏跑出来，反正很简单的拆下来，记得像这个安全的东西记得要锁紧，不然你开一开有一天这样，好、哦、就傻眼了。很简单嘛，喇叭就这样嘛，你压一这样压，就是靠这个，有没有？这四个，对啊，也是对，哎，好，记得要把它装回去，这个没有插也不会怎样，亮灯就会亮气亮灯了，装、哦，套防呆的啦。装错了已经装不下去。对啊，拔起来是旁边掉两个卡榫，这个小只脚的左右压就起来了。今天不太会拆了。啊，这个装就把它塞回去了。对，应该就压就回去了。来喽，好了，来啊，试一下。它底下好像啊，底下不能压，这底下就白起耶，这上面。Force 真的是这个就做的没有很好，很不好压。那新的呢？好像三代过后就比较好了、欸。好了，好，我先发动。靠，没有成功啊，后面掉就好了。如果你刚没有成功，这个就亮灯了。以前请假给一起做拖拉嘞，哇。好，回叫就好了。我怕前面的人动没掉垃圾。喂，终于完成了哈。等一下喇叭，我们等一下放一下，给车主试一下他反应怎样。你现在先叭叭看，叭叭看好，赞、前面应该震撼，更有震撼了。哦，这样吗？对，我还不敢压太久，压大概按一下，赶快放掉，不然按下去嘣。对啊，打卡前不用按那吗？嘣，哇，那赶快闪了。对啊，啊，还有那个方向盘那个接点啊，那个都会接触不良。哦，现在看到了，应该你们大家都会猜了。啊！亮灯不要找我，没有断电，你拔开就亮那个气囊灯，要请专家帮你修理厂还是怎样，帮你用电脑去消把故障码消掉就好了。你拿断电就会亮了。哦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哦，一个拉一个，越来越多，我才可以做越多的影片。好，好，耶，拜拜。
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我大声，我刚刚吓到哎、欸，哇、啊，太大声了吧？这没办法调的、啊，站到，好恐怖、哦！我转了，你看没出来？谁在哪边？在里面啊，在刚好在这里啊，哦、看不到。这以后不能去乱跑。到时候对他真的不敢乱跑了。对，不会在里面还好，在里面还好，真的。但是在前面真的上去帮忙看没几样、啊。好小声的。对啊，里面没什么声音、啊。里面没什么声音、啊。他是往前崩啊！啊，那哎，赶紧用好啊嘞！左右拢会变啊，你看，你本来没变的。按一下啊，有整颗啊。是要按上面左右边，你要按左右。然后赶紧用修皮。哦，修皮啊。没有啊，这个、啊。对不对？哎、啊，你这个下面不能按，就按。对吧？哇！不敢按的啦。哦。耶！大声哦！帅、啊。人家崩了没有？人家以为真的是拖拉古来，就很让你过了。你要不要装？剩下一颗，我装我的啊。他要装，你要装你的。没有啊，不然我装到后面好了。OK 啊，装后面。这样看看我，别偷点了，看别要大声。